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我是股市大师兄陈学信陈老师。上礼拜我就跟大家说过，利空不跌，就是还要再上涨。果然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就是一如我们的一个预期，开高大涨上来，再创新高，完全命中，完全掌握，一切尽在不言中。那首先要恭喜我们全国所有会员朋友。以及在上礼拜有打电话进来，或是加入我们的一个 Line 或 Telegram， 这些的一个这么多的一个投资好朋友，你有打电话进来，有加入我们的一个群组，在线上索取大师兄送给大家的这一份六月冠军选股独家标股研究报告的一个投资朋友，我相信大家今天应该都赚得非常的一个开心，我们继五月份的冠军选股，比如说像3373的一个乐音，今天在飙涨停，连飙三根的一个涨停板要追吗？我在盘中的一个时候，盘中 Telegram， 第一时间就跟大家做分享，我说今天飙涨停嘛，你看我告诉你爱赚多少就看你自己嘛，价差都已经怎么样，在短短几天的时间价差都已经超过47%了嘛，所以加入我们的一个这样Line 或 Telegram， 特别是 Telegram，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好处啊，因为该买该卖我都会跟大家讲得非常的一个清楚，这就是我们跟其他表演型专家不同的地方。还有五月份的一个冠军选股，哇，这一次公牛，芝加哥的一个公牛队，你看今天大涨再创新高，价差都已经超过48%，当然今天创新高就不建议大家去追了齁。那我在盘中的一个 Telegram， 我第一时间我也跟大家说过，带赚多少就看你自己。再来包括的一个工业电脑的一个蓝猪汉，那这也是我们在之前带着会员朋友一路锁定看好的一档的一个股票，从当时候的一个135，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当时候杀下来在3月19号的时候，我3月20号买，你看我在135买。买进之后，然后上涨上来，我甚至在上礼拜的时候，你看为什么我还敢带新进会员朋友再买进？我说旧会员你持股不足两成，再把它补回两成。你看今天大涨再创新高，一张价差多少？我都有讲在前面哦，你今天如果有持续锁定我的一个节目，或是我们的一个 Line 或 Telegram 的投资朋友，我真的是恭喜大家哦，特别是要恭喜在上礼拜有来索取这一份的一个大师兄。六月冠军选股独家研究报告的投资朋友，你看今天大师兄送给大家的这一档的一个股票，今天量增涨停板哦，不是开盘涨停板哦，早盘都有机会哦，早盘都有机会让你来低接哦，都还在开高，才在平盘上差不多2%-3%左右而已哦，然后你可以看到啊，到了一个尾盘11点的一个时候，变量时间不啰嗦，就是量的那个涨停板。一切才刚刚开始，还有第二档跟第三档，今天都强势收红，哇，明天就是看他们的一个表现。所以你会发现大师兄给大家的一个股票不多，很多人我知道很多人很多的一个专家，一上股票送10档、20档，然后今天看到哪一档的一个股票大涨上来才拿出来跟你谈，我觉得那个对你没有帮助。一个真正有实力的一个专家，我常说股票不用多，做对一档，胜过乱买10档的一个股票。你可以看到大师兄给大家的股票，第一档就已经怎么样，让你现买现赚涨停板。第二档、第三档，你再看着，明天这两档的一个股票，你看着他们会怎么样的一个表现。如果，你还没有拿到这一份的资料，大师兄六月，后一时代大师兄六月的一个怎样冠军选股，独家标股研究报告的投资朋友。那 QR code 赶快扫描一下，赶快扫描一下，加入我们标股新天地的一个大家族，好事就是会发生哦。我今天我持续开放索取齁，因为一切才刚刚开始，六月份嘛，今天六月一号嘛，六月一号涨新的一天，你看我们就一档股票不止一档啦，好，那我送给大家三档里面一档股票就量增涨停板，还有我们会员的股票档档大涨创新高。那你可以看到啊，如果你还没加入赶快加入因为在盘中的时候第一时间大师兄都会无私跟大家一起来
啊、做分享哈、哦。那我们今天再开放哦一天哈、哦。那你如果还没加入的话，这一份的资料一定要拿到，一定要赚到好东西。大师兄只跟好朋友分享哈、哦。那么这个行情啊、就如同我在上礼拜跟大家说的，我说利空不跌就是还要再上涨嘛。我上礼拜就跟大家说过了哈、哦。然后再过四天，今天就是三天嘛。上礼拜五是四天，再过三天季线就要翻阳了嘛。那季线翻阳的一个意义，它到底有多大？啊，第一个季线翻阳的意义代表，你看从过去的一个历史的一个经验来看的话，每一次季线翻阳少则就是五到八个月，啊，甚至还会延续到什么，一两年啊这样的一个这样啊的一个时间，啊，因为季线代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样中期由空转多的一个这样生命线。那今天季线再过三天就即将翻阳向上，哦，那你可以看见呐、啊，哦，后市的一个行情。哦，我可以告诉大家，真的很精彩，哦，所以这个机会，哦，你一定要懂得赶紧把握嘛。因为我在上礼拜的时候，我都跟大家说过，我说大家在担心什么？担心说华为的风暴，担心说港版的一个国安法，担心的一个川普啊，哦，可能会祭出的一个反制的一个行动跟措施啊。你每天在担心东担心西，结果你一档一档的一个标股，却跟你擦身而过。哦，哎，有影是会再可惜，哦，有影是会对心肝，哦，那特别是啊，你可以看到哈、哦，那这个盘今天在创新高，才刚刚开始啊，再过三天季线就要翻阳了嘛，哦，那么趁着季线翻阳还没有翻阳上来之前，后面还有很大的一个机会，那这个机会你真的要赶紧来做一个把握哈、哦，尤其我们可以看到 OTC 的一个柜买的一个指数，你看 OTC 柜买指数的季线已经率先翻阳向上。哦，已经率先翻阳向上哦。OTC 柜买指数今天在创新高哦，指数已经来到了二月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盘中的一个高点的位置啊、甚至准备来挑战啊一、月份的一个这样一月份的一个高点。OTC 柜买指数率先创下新高，季线翻阳向上，告诉我们什么？哦，告诉哦我们说内资的一个大户。哦，还有业内华人，哦，偏多的一个心态真的非常的一个积极。哦，告诉我们说后市的一个这些的一个中小型的一个转机股，哦，后面还有非常大的一个量，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好、哦，那么在这么精彩的一个行情里面，啊、哦，趁着现在你是不是要赶紧来怎么样来做把握？那么怎么样来做把握？特别是面对的一个后疫的一个时代，入场复工。欧美解封，全民拼经济，以及资金的一个派对持续的一个进行当中啊。哦，当然不论是什么，不论是纺织，不论是塑化，哦，不论是资产营建也好，哦，或者是具有防疫啊、转单题材的这些的一个医疗的一个生技股，具有实质的一个获利的一个这些的一个股票，哦，甚至包括的一个风电的一个概念股，哦，还有哦电子股，哦，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个这样。啊、哦，华为的一个概念股哦，包括星星啊、南电啊，哇，今天的一个股价啊、也都怎么样，跌升的一个反弹上涨上来啊、所以啊、面对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所有的一个股票哦、都有轮动反弹的一个机会啊、但是在轮动反弹的一个过程当中，很多的一个股票都已经怎么样率先大涨一波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怎么样来掌握？哦，接下来的一个标股，哦，有些的股票已经大涨一波了嘛，大涨一波的时候，这个时候叫你去追，我觉得也没有意义嘛。哦，有些大涨一波的时候你去追的话，哎，你要去衡量你的一个风险的一个利润到底有多大。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啦，像3373的一个乐音，这是我们会员朋友一档的一个股票，从五字头跟大家做分享，然后5月14号105、107带会员朋友买进，你可以看到这里上礼拜哦连标两根涨停板，今天再标涨停板创新高哦，要不要追？当然不要追哦，我在盘中的一个 Telegram 我也事先提醒过大家。哦，但是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当时我会带会员朋友买这档股票，我就跟大家说过，有实时获利的一个股票，哦，它的一个表现就是不一样。啊、哦，光从啊5月14号107，哦，我相信都有讯息回证107，哦，到今天再创新高，哦，你可以看到一张的一个价差就已经达到多少47.2%，而、这是我们带会员朋友，哦，扎扎实实、实实在在的一个获利的绩效，也是我们五月份。冠军选股的分享标的之一，
哦，所以今天创新高，当然不要追哈、哦。那持股多的就可以怎么样，顺势开心获利出一半哈、哦。那么另外一半就设好停利就可以了。哦，那么包括的一个疫苗的一个新药的一个国光生，你看，哦，当时有多少年轻的一个专家哇，看到的一个股价大涨上来，哇，拼命带你去做最高，结果你看你追到高点上，现在剩下多少？你追到69，那现在剩下51.9。哦，剩下51.9。当然，这些的一个专家会不会跟你讲？一定不会跟你讲。哦，他一定要看到哇，我会跟你提哦，今天盘面上到底哪些的一个涨停板的股票？哦，没办法，这就是市场的一个生态。啊、哦，所以只好你自己眼睛哦，真的要怎么样？要睁大，要看清楚啊！啊、哦，因为市场哦，说真的啦，企图都是安的啦。啊，有些年轻的专家只会看涨说涨嘛。啊、哦，甚至有的老一辈的一个专家都会跟你谈过去啊，800年前过去式嘛。但是我们重点是什么？我们未来到底要怎么做？我想这个才是最重要。所以你会发现大师兄跟其他不一样的地方，我都跟你谈现在事，跟你谈未来事，我都跟你谈未来到底要怎么样来做操作。你可以看到，包括快筛试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宝林富，哦，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也是一样啊、哦。多少年轻的一个专家看到涨的时候，哇，创新高，很勇敢带你去追高。结果当时候你如果追在180、181的话，现在身价多少？138哦，我这样一差差多少？哦，都是差了40-50块哦，真的是不要跟啊、哦、自己的荷包开玩笑哦。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到底啊、哦，我们可以来啊、留意啊、哪些的一个股票？哦，这个时候大师兄要带大家来锁定的，当然是那一些哦具有成长的一个潜力以及爆发力的一个公司。啊，并且整个的一个量价的一个结构的一个配合，啊，处在对一个多方的一个掌控当中，并没有怎么样出现的一个失控的一个现象。因为现在你往往看到的一个成交量一下子暴冲上来，哇，短线激情，哇，你很勇敢，你跳进去的话，反而隔天容易被怎么样啊，被扒下来啊。所以我们在整个的一个量价的一个结构，啊，最好它啊的一个让激情相对低，啊，然后整个的一个让成交量刚好。怎么样配合的一个量价刚好的一个温和的一个增加的一个上来，上档空间还很大的股票哦，那这就是我们要带大家哦，接下来也要掌握的一个标的，就像什么哦，就像的一个 Norwit 哦的一个怎样的一个惠特，你可以看到当时候哦在低档的时候，我敢说市场上没有人看好它哦，很多人都是大涨上来哎150、160的时候才告诉你说我、哦、惠特很好，我当然知道哦，但是你可以看到市场上谁。哦，领先市场，哦，在100块的时候，你看都有讯息回正，100块带会员朋友买进，买进之后一波到多少？到160，光是这样一趟的一个价差多少？60%，差一天真的差很多。来到160，短线震荡，我也告诉你，哎，震荡它还有高点，当然我没有带会员朋友再去追了啦，哈、哦，再去买了哈，啊、哦，不要让老板难看，哦，在马边抠手，今天创新高都很正常，因为我之前我都跟大家说过了哈、哦，那我还有更好。哦，还在像惠特这样还在低档的股票，我要带大家进行来怎么样？进行来操作。哦，那也很感谢哦，这么多的一个同业的一个认同。哦，擦钢五鸭血擦金锥。哦，就像海角七号的阿嘎也是一样。哦，你可以看到我从五字头，哦，带会员朋友买进54.5块，买进之后，你可以看到一路以来我们怎么赚上来的。高档我开心获利出一半。那么最近啊、哦，开始呈现的一个这样量缩的一个价纹，真的很漂亮。后市还能够买吗？怎么样来做掌握？你也不用猜，也不用想太多，你只要加入我们的一个 Telegram， 盘中大师兄第一时间当机会浮现的时候，我都会无私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这就是加入大师兄的一个这样最大的一个好处。包括五月份的一个冠军选股的一个维多利亚也是一样，哈、哦，你可以看到今天不啰嗦就是涨停板，我就告诉你我看好它，你看我怎么买的。哦，5月12号、5月28号，啊、哦，5月28号在上礼拜27号也买，28号也买，新进会员朋友就是给我买买买买，今天就是涨停板。哦，那包括的一个怎样，芝加哥公牛队，哈、哦，3178的一个怎样啊、哦，这只牛，哦，我想啊、哦，这只牛大家都很清楚了，哦，不需要我再多说，才多久时间，花你11天的一个时间，哦，价差已经48.38，将近50%，跟着冠军走，哦，不必等，哦，财富翻倍。真的不是梦。还有哪一档股票？工业电脑的一个男子汉，你可以看到我买在什么时候？买在135块，3月20号。哦，我当时候买它的时候，哦，我也告诉过大家。后来很多人都是看到怎么样大涨上来了，哦，来到了一个180、190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来告诉你它好。
但是你今天你想要在股票市场上啊，你想要赚大钱，你最好的买点在什么地方？当然就是在相对的低档上。啊，那谁啊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哦，能够带你领先市场，带你掌握到的一个这样底部起涨的一个契机，哦，我相信大家都是聪明人，大家眼睛都是雪亮的。买进之后，你看一波大涨上来，哦，然后来到180、190这个地方做一个震荡，做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上礼拜我都跟大家说过了，我说这一档股票我持续看好它，我请你务必要能够跟上我的脚步。你可以看到，这是在上礼拜。5月29号我们带会员朋友讯息，我说新进会员朋友华汉仍然可以买进两成资金，旧会员哦可以买回补足两成的一个资金比例。你看我在上礼拜五的时候我一买，我今天马上大涨哦。你可以看到跟着大师兄的一个好处就是怎样赚钱，不必等太久，都敢讲在前面，全国做见证，从135到今天再创新高，价差都已经超过多少？都已经超过50%，哦，都已经超过50%，哦，你没有看错，甚至包括这一档盘中，哦，第一时间跟大家说分享的这一档，哦 ，TRXC， 这是哪一档？哪一档的一个神秘的一个数字？哦，你如果是我们的一个怎样啊的一个粉丝好朋友。如果你够用功、够认真的话，哦，你看到大师兄盘中跟你打，哦 ，TXC， 哦，这一档的一个股票，哦，那你只要认真的去 Google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搜寻一下，你就知道这是哪一档的一个股票。你看今天跟你分享，今天开高走高，大涨上来，为什么它能够大涨上来？原因很简单。啊，因为现在的随着一个远端的一个商机的一个崛起嘛，啊，远端商机会带动着一个整个的一个笔电啊的一个代工的一个护输的一个的一个需求啊，包括的一个5G 啊，那公司在这个部分的一个零组件的一个这样拉货的一个这样啊的一个需求高于预期，包括价格也好，包括需求的一个带动之下，所以预期今年的一个获利有机会啊，较去年啊同期大增超过60%哦，法人。哦，看好调高它的一个目标价，股价经过的一个这样拉回的一个怎样换手的一个整理过后，那么在今天又再度的一个这样啊、哦、站上的一个所有的一个均线之上，啊，一切才刚刚开始啊 ，Nine 的啊以及 Telegram 啊、哦，特别是 Telegram 盘中第一时间跟大家做分享哦。那所以说，你如果还没加入我们这个 Telegram 的一个投资朋友，啊，你是不是要紧退后掉？哦，千万莫讲哦，大师兄跟大家分享的股票，你一档接着一档啊、哦，错过哈、哦，那我觉得这样真的是不太好。我常说啊，运气只是一时的，唯有专业的一个实力才能够带你赚得长长又久久。大师兄冠军选股啊，啊、哦，我想大家都看在眼里，毋庸置疑啊、哦。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啊这一波，光是从这一波，我们不要说哦第一波。哦、第一波真的是闭着眼睛随便买都会大赚。我们光从这一波你可以看到这一波的一个六月的一个冠军选股哦，惠特60%价差哦，然后嘉金价差哦 36.5%, 乐音价差 47.2%, 哦，还有维多利亚价差将近30%哦，还有工准哦，这是牛哦，价差哦 48.3%, 哦，以及华勤哦，价差哦也达到多少，也达到将近的一个30%哈、哦，那甚至包括的一个华汉，哦，上礼拜我买进哦，今天再度的一个大涨再创新高哦，那价差也都哦达到的一个超过50%啊、哦，以及钢铁人哦，世纪钢哦，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个表现哦也是非常的一个强势哈，那这一档的一个股票价差也都将近哦20%，这一档的股票我们持续看好哦，持续看好。所以你会发现，那大师兄都讲在前面，跟着冠军走，财富翻倍不是梦。最强最标在我家，差一天五年是差颈椎。所以这一份后裔时代大师兄六月冠军选股独家研标股研究报告，如果你还没有拿到的一个投资朋友，赶快。哦，赶快点击一下，哦，赶快 QR code 赶快扫描一下，
啊，赶快加入我们的一个标股新天地的一个 Nine 的或是 Telegram 的一个群组，哦，只要你加入，哦，你就能够马上，哦，拿到这一份大师兄六月冠军选股，六月标股王中王，包中股三档，哦，就三档，哦，你可以看到大师兄给大家股票，哦，我不喜欢啊，像有些的专家哦，喜欢哇的。十几张股票，我觉得没意思哈。那你可以看到哦，如果还没加入 QR Code，赶快怎么样？赶快扫描一下哦，台股的一个季线哦，即将翻扬哦，只要你愿意，一切都来得及哦，这是你的一个机会。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收取的一个投资朋友，来第一那你今天大师兄持续开放。哦，那第一，你今天你加入我们的一个 Line 或 Telegram，扫描一下，成为我们好朋友，你就能够拿到，拿到，真的是赚到。那第二个就是怎样？哦，如果说，你没有用手机，或是你不晓得怎么做加入，没关系，你就直接打电话进来，直接打电话进来，我们线上所有的一个怎样，我们线上所有的一个服务人员都会非常的一个乐意，来为大家做服务。因为这一份的一个资料，大师兄觉得很漂亮。为什么很漂亮？我们不要多啦，一档股票只要三成，然后三档股票，一档股票只要三成五成，那三档下来，你的财务马上就怎样？马上就翻一倍啊！所以如果还没有拿到的一个投资朋友，或者是还没有加入、还没有打电话来的一个投资朋友，赶快真的是赶快！我们今天我们持续开放免费索取。让大师兄来打通你的财务任督二脉，也欢迎各位跟着大师兄一起干大事，一起赚第二波最好赚的一段。还没有打电话进来的投资朋友，来，赶紧拨打这个电话，02-2321-9933，空二二三二一九九三三，好，你谈啊，轻轻松松，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见哦，拜拜。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